起改变世界，这句歌词听起来梦想很远大，但在大嘎乐团的身上却看见了无限的可能。也许我们先走到谷底，一路走来不容易，乐团迈向成军的第五年，终于在今年即将发行首张专辑。而成就一切的背后推手是他们口中的张妈张敬义主任。相信每个孩子都有无限的可能，投入所有的心力以及资源，将社会企业的概念转化乐团的经营，让飞行少年们有着更强而有力的翅膀。希望说大嘎乐团所散发出来就是说，我曾经是这样的孩子，那透过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帮助，然后一个大家聚集在一起的，大家有那种比较用公益的心态去，然后从他们的最早的兴趣，然后变成他们的才艺，其实在职场的活动当中就转化变成他们的职业，那开始要用一个比较像属于创业型的方式去进行。从成军到出唱片，让人看见大嘎乐团不停的大改变，也愿意大力支持他们未来的计划。其实跟我们的圆梦是符合的，所以希望透过企业的力量，透过基金会的力量，把资源挹注。那我们呢，希望那个少年之家能够辅导社会企业的成立。那透过社会企业呢，我们能够培训这些青少年。我想对过去的我说，过去的生活这样子过，你辛苦了。那不管未来怎么样，就是我们大家都会陪着你，然后继续走在音乐这一条路上。感恩的心让大嘎乐团们与社会连结成爱的循环，不忘记初衷，更要带着生命的祝福给每一个人。记者张英村、林美君今天新桃园市报道。